本体宗跟明德堂竟然有这么大的仇，小仙羽后，手头有恐怖的驱邪，老夫倒要领教一番，明德堂主闻名天下的魂导武技，启动螺旋魂导杀域。对，可以借用本体宗炸出的甬道，他们在寻找什么？真正的杀手正通过某条甬道，寻找着本体宗真正想要的东西。不好，我犯了一个低级错误。卑鄙的人类，这个声音。